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間正道是滄桑。呢度就係湖南嘅長沙，而喺十年前，我哋都喺長沙投資過、買過房地產，亦都係賺到錢嘅。究竟長沙去到今日變成點咧？今日我就嚟到呢度，帶大家去考察一下。本店有湖南都市频道特别推荐的龙井醉香鸡、网红纸包鱼、小炒黄牛肉的特色菜。哇！呢间咩嚟噶？呢间火锅。火锅嚟噶，好靓哦！我哋地面过系咪？哇！呢度唔系啊，廟街城啊，又似是又似嗰度咁样啊！辣豆辣呢、這个呢、這个过系呢个名，辣豆辣啊，系咪你惊未？柳火锅要钱，入去啊！我哋晚上个搏斗开始啊！廟街城，家里面可以尝一下喽，无骨鸡爪，这种口味都有。又系好似重庆咁样，我睇啲食品有冇唔同先。咁啲食品系唔同嘅。砖头，砖头，有猪脚饭啦，啲好睇嘅呢啲，多手请呢架呢啲。羊豆腐，我谂最大分别就系有腊肉咯，呢个整咩？整指甲，串串火锅啊，啲咁样串串火锅。一人一鍋，用支竹籤，似嗰次食嗰啲啦。嗱，而家仲未放工啊，人仲未多。咦，鬼大個場面！戴鏡咁，
鮮蛋豆皮啊！哇，這邊還有哦，排骨哦，排骨，排骨，燒烤多哦，燒烤為主哦，呢、這個花甲粉啊！我睇下，我覺得你係中意花甲粉多啲嘅、啊，你應該中意呢個花甲粉多啲，會唔會啊？廣，你會中意花甲粉多啲，會唔會啊？廣東口味唔會啊？估錯你添，估錯你添。呢、這個日本麵，日本麵，呢、這個砂鍋麵。有你覺得有冇半？有一半到好似係同重慶差唔多，有冇一半啊？小食街基本上都差唔多，我覺得。誒、欸，你冇細化啫。食啲嘢，係嘛？你咁煩惱咁嘅好似。哇！嗱，呢個咧就路口嚟噶啦，五一大道。嗱，呢個就皇冠酒店。就我強樓喺嗰邊，前層樓嗰邊，而家酒店嗰邊，我哋而家就開始向步行街進發。即係你話嚟到咧，如果時間趕咧，如果你要拍嘢咧，重慶啊、湖南啊、成都呢啲，就一定係拍夜晚㗎啦。所以頭先咧，啊怕夜晚食飯最好而家五點半到呢時候，個天仲有少少光，仲有少少光，人黑曬，開始行啦。咁啊，一路有排拍，你睇人人山人海啊！哇，又係要跑喎喂！你睇呢度啲紅綠燈咁過癮嘅，就係得兩秒啫。我其實正常速度啊，啊！夠鐘啦已經，哇！啲電單車蠢蠢欲動啦。嗰邊啊？阿維阿維邊啊？阿華咧？哦，喺呢度。過去嗎？過去啊！要過去啊！要過去啊！嗱，得十六秒呀喂！十一、十秒、九秒、八、七、六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夠鐘，啱啱好，開車。啊！我發覺呢度啲人咧係，我發覺呢度啲人係好健康噶。哇！蘋果糖。嗰邊啊？我發覺咧，可能咧湖南啲人咧，其實就行路好快嘅，好健康嘅，所以咧設計紅綠燈教時間嗰班人咧，佢就教翻長沙人、湖南人嗰個步伐啊，個速度啊。同埋咧，佢想增加呢度啲人嘅即係健康啊，所以就即係啲紅綠燈較快啲，咁啊，個好似咁啊，係咪？走到氣強氣喘咯，個個走氣強氣喘，咁啊，啲人咪健康啲咯。其實真係有心嘅佢，我咁講其實笑話嚟㗎，你有冇笑㗎？其實幽默啲，知唔知？
幽默啲，睇我啲片幽默啲。有時候我講啲嘢其實係笑話嚟噶，你唔識笑，咁係大件事啦。啊，唔識笑你就覺得我講啲好嘢好無聊噶啦。Understand？ 哇！而家我哋向都未到步行街，係步行街範圍嘅啫，都已經繁華到咁。因為我中國人拍攝《古巴的中國》係我的使命。如果大家都一起想擔當起呢個使命，請你將呢條片睇完之後分享出去，俾全世界嘅華人睇到。而每一集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好珍貴嘅紀錄片嚟嘅。如果你唔想睇漏的話咧，記住撳呢一個訂閱，而旁邊仲有一個鐘仔，你撳咗之後咧，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。咁如果大家睇完之後有感動的話，俾個 like 我啊！而且咧，下邊仲有一個留言區，大家可以睇完之後咧，將你嘅感受咧同大家分享出去嘅。今晚是星期五晚啊，咁啊，聽朝我哋就搭高鐵翻落，係直線到珠海喎，唔使轉車喎，啊，直線到珠海唔使轉車喎，咁就三個幾鐘頭車，咁翻翻珠海，後日我哋珠海店開幕啊正式，所以大家要翻去啦，係嘛？唔係俾阿 Jo 條話玩到過嚟玩到喪曬。李茶，我讲我真系手机。哎呀，山人啊，湖南即系湖南。喂，湖南都几多人口啊？喂，大佬，春天白博好耐啦，呢个春天白博，以前我嚟嘅有噶啦已经。王府井白博，我以前嚟嗰时候都系有噶啦，十几年前呢啲都有嘅。春天白博呢啲老品牌 ，IFC 嗰时冇嘅 ，IFC 嗰时冇嘅。度度都系人。喂，又你啦喂，八秒就得喂，七，我话系三二一，一走到个镜头都跌咗落嚟，沙巴，哇！呢间星巴克几大间。哦，呢個 IFC， 喂，睇睇咯。奈雪兒又係 IFS 啊，唔係 IFC 啊，講錯咗添。你喺地下啲凳座，喺個商場啦，啊，入去好啦。啊，你喺呢度見啦，唔入喎，好嘛？留翻成日逛街咯。你啲連鎖店，唔入去啦。估都估到有幾巴閉噶啦。我哋行翻嚟湖南，梗係行去個步行街、酒吧街啦。超級大嘅，大家自己嚟行啦，以後一級商場。你航拍會唔會喺呢度飛，定去到黃金？飛過嚟，睇唔到嘢。夜晚飛喎，夜晚飛喎。夜晚飛都係。你唔飛咁高得唔得咧？去步行街啊，步行街！呢、这個城市都係有都有去唔同嘅夜景啊！我哋香港有個廟街，呢度又有個廟街，廟街文化夜市。
Drum Man， Drum Man。哇！呢個女神啊，打人家人啊！打卡位啊，呢個哦，伊勢丹喺度咩？伊勢丹公仔我見到。啊！呢度就係個重要嘅位置啊！大家見到老闆曬頭。應該呢度有步行街係嘛？啊，呢度就步行街，呢度就步行街。因为日本啊，啊，小心撞身啊！哇，冇位啊！哇，要走位啊！青蛙过河啊！哇，哇，走位啊！哇，唔掂啊！得翻四秒啊，三秒两秒啊！哎呀，够钟啊！吹鸡啊！哦，到咗步行街啦！呢、這個像係邊個啊？中國向咩？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。哇，好偉大啊！黃英啊！好啦，到用你支鏡啊！我啲靚鏡出入，哇！呢間胡桃李音樂酒館咁大個招牌嘅。我而家就換我哋攝制隊支鏡啦。啊，總之大家覺唔覺得呢度第一個感覺？而家改造即係、就是、我咁多年冇嚟，似去日本啊，去咗日本東京咁樣啊，好似。我要深呼吸先入去啊！好啦，繼續拍。大家唔好以為我喺東京，呢度係湖南長沙，呢、這個叫做黃興南路步行商業街。今晚我嚟到呢度，帶大家談下呢個步行街究竟有幾多人。今日係星期五啫，咁啊，首先我依個叫黃興嘅一個偉大嘅偉人啦。咁聽講佢當時係同阿孫中山先生係同名嘅，即係同唔係同名啊，同個職級嘅，即係同嗰個級數嘅。佢同阿孫中山先生一齊啊，當時誒即係一齊係做咗好多對於我哋中國好多好重要嘅事。好，我就上次嚟嘅時候都係十年前嘅事啦。咁啊，呢個步行街係依然係個位置冇變嘅，都係步行街，但係好明顯睇到啲建築物全部就好新好靚，同埋好多啲外國品牌喺度啊。哇！This is China. This is China. 我又不是故意去揀一些城市的，只不過 我上次去武漢就當然有原因啦，因為武漢是疫情那裡的奮鬥，是很 感動感人的城市。而今次來到重慶啊，還有啊長沙這些地方，是最主要以前我在這邊生活過。
我的身份啊，我呢個長輩的身份是可以證明到中國的變化有幾大啊！因為我十幾年前都嚟過呢些地方，當時中國仲係已經唔係算係好落後，但係都仲係好舊啦，可以咁講啦。同國際未必接到位，啲人民啊嘅質素啊，人民嘅衣著啊，人民嘅行為，大家睇地下冇垃圾啊！地下係冇垃圾嘅 ，OK？ 你可以睇啲人嘅衣著。咁啊，你可以睇啲人嘅行為、衣著啊、買嘢啊，已經係完全係另外一個世界。我可以咁叫新中國啊，已經一個新中國啦。我上次有講到，我趁你講《蘋果動新聞》講香港係好招積咁講，或者唔係叫要招積啊，好輕佻咁講。好啊，香港而家好慘啊，好多啲。以前尖沙咀啲鋪全部都冇人租咯，拉曬閘咯，啲名牌走咯，啊唔掂咯，我唔知道，我係好唔中意睇到嗰條新聞嘅，即係佢咁嘅語氣咁嘅意思係咩？即係好咯，攬炒咯，攬住死咯，啊！我唔知佢咁講係咩目的啊？咁但係大家睇到呢度嘅鋪咧，係人山人海，亦都頭先睇出一路落嚟見到好多啲外國品牌。佢唔喺香港，但係嚟曬呢度。步行街已經唔係算係好高檔品牌嘅地方。呢度仲有幾個區咧，係全部 LV 啊。第一間 LV 當時喺嗰邊，另外我唔記得做咩路啊。第一間 LV 十幾年前，第一間 LV 喺度開嘅，喺間五星級酒店後下邊間鋪嚟嘅。我唔記得咗條咩街啦嚇。今日冇時間，亦都唔會去。我所以大家亦都唔想去睇 LV 啦，係咪？翻步行街，一啲以前步行街，你覺得好落後啊，好老土啊，啊！嘅地方，大家可以睇下，哇！人哋個熱鬧啦，個氣氛啦，人民嘅生活啦，最叫嚇安居樂業，人民嘅生活嚇。咁呢一年幾集，我都係希望借住呢幾個城市，一跑咗，我點解要跑咁多城市咁辛苦咧？喉嚨都沙啊，我眼有事，我都怯咧啊，就係想話拍多幾個城市去證實啊，去證實俾大家睇。好，攝影師我可以拍下。呢個係一個行街，一個我唔知係移動式名嘅攝錄室嚟嘅，攝影室嚟嘅，好多節目咧喺度做嘅，做直播啊咁樣。湖南站，其實知唔知道大家知道湖南最出名係乜嘢？阿華知唔知啊？湖南最出名係咩？排第一最出名係咩？唔知嘅。湖南衛視啊嘛，佢喺度飛緊啊！湖南啊嘛，嗱，趁一路行我又講，我啱啱收到個信息，
啊，都講俾大家聽。沈生，你呢幾套咧，關於宗教同教育嘅內容，肯定激死啲黃營頻道。嗱，咁咪未，因為我呢啲片未出啊，如果唔係，應該包埋呢幾集嘅。啊，你呢幾集嘅內容肯定激死我，再陪血，肯定激，因為我睇到幾個，肯定激死黃營嘅頻道。因為他們已經無法從社會生活的硬件方面抹黑硬件方面抹黑大陸，只有宗教、教育、醫療等這方面造謠攻擊，而這幾集內容簡直就是直接刺中啊，刺中他們的死穴，刺中他們的死穴，打臉打到即是一巴巴刮過去，打到啪啪聲，唉，好開心啊！我記得，跟住好多 like 俾佢啊，咁啊，冇錯啦！我哋咁辛苦拍啲片，就係達到呢個效果啦。我哋唔係話咩黃同藍啊，喂，而係啲人講啲係假啊嘛，大佬抹黑啊嘛，係嘛？假啊嘛，咁我嚟拍咯。哇！呢條貨咧行到腳軟啊，真係一望無際，前面仲有啊，所以攝影師拍咧。我想你都咩啦？條片唔使短啊，咪照俾人，照俾我啲觀眾睇啦。唉，難得嚟到湖南係咪先？咁下次再嚟湖南啊，唔知幾時噶啦，因為全中國咁大。嗱，我今次嚟咗呢幾個城市，所以咧，攝影師啊，記住翻去剪片唔好嘥啊，好多唔好嘥啊，最多有啲位啊快嘅，唔好剪咗去啊，唔好嘥咗去啊。啊，因為今次行程就嚟咗呢幾個城市啊，湖南呢地方嚇，咁啊，盡量去拍。下次就不是這條線了，下次我有另外一條線了，今次是華中、啊、下次可能是東北呢、啊啊、華東呢、啊、華東呢、華北呢，總之是東南西北，大把地方未去、哎、在我有生之年、哎、行得走得食得，有生之年去得幾多地方就去幾多地方，拍給大家看，就算開了關，我相信我都拍俾大家睇，我都相信大家都唔会唔睇，系嘛？啊，好啊，拍下啲景。喺香港咧，如果大家有成日落金鱼街咧，你知有一档臭豆腐系最好食嘅。我差唔多个老礼拜礼拜接孙啊，我都会兜去食嘅，但系都执埋啦。啊、我不知道因為租金貴就是被人投訴環保投訴，我聽說臭豆腐是經常被人投訴，這個臭豆腐它整棟它整棟學院，你看看長沙沒辦法，我們是大眾點評必須的長沙臭豆腐唯一上榜品牌，哇，這是乾的，裡面是乾還是稀的，开就买生芹丝啦，包装啊，已经系可以买翻去打开就食，即食面啊，大家见到啦，即食臭豆腐，犀利，即食又可以有盒装同埋有面装，冇收广告费噶，有啲辣酱啦，啊，好多啲湖南大香肠啊，同埋啲。哇！呢、這個喂，我真係買翻佢，唔係講笑。湖南臘肉啊 ，I love this。我中意喂湖南臘肉喂。有什麼分別啊？跟住有什麼分別啊？哇！佢買幾多？湖南臘肉啊！呢個唔係重身，呢、這個都係臘肉喎、啊。OK， 我先遮衫嗱，黑黑地嘅，因为烟过嚟嘅，所以上次我工人咪抌咗嘅，今次一定唔俾我工人抌噶啦，如果够胆抌我啲腊肉，佢知味道，点样行啊？这个牌子行吗？好啊。哦，都是你们做的哦，围裙怎么煮啊？水里面，然后抽一下水，捞出来之后切片，蒸着吃或者炒着吃都是很不错哦。哇、哦，好，谢谢。有框框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仲有腊鱼哦，湖山腊鱼哦。
拉魚喎，都係啲興趣喎。不過拎唔拎到咁多嘢翻香港啊？啊唔係啊，翻珠海啊？你咪知唔知啦，姐姐？你唔食咩臘肉？你嗰時過年不是送你些香腸俾我咩？臭豆腐我就嗱呢黑色臭豆腐我麻麻嘅，坦白講。老香干板腊鸭，啊！上次我哋食嗰个系咪手撕鸡啊？嗰、那个一包嘅话$25，嗰、那个手撕鸡好食喎。我同阿华同阿 Matt 食晒喎。好啦，就系咁多。头先好似阿华帮手排排队嘅，你买臭豆腐，你睇下喺香港唔使咁排队系嘛？你快啲人，进店即收会员。免费领取100元的金券，啊，靓女都食臭豆腐嘅。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一些买的 ，OK。你食唔食啊？孝敬父母馈赠宝贝。食唔食啊？就是独立健。网红臭豆腐喎。买200京东全国八元。网红臭豆腐喎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黑色经典臭豆腐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外酥里嫩，手串灌汁工艺。吃黑色经典臭豆腐，长沙没白来。我们是大众点评必吃榜，长沙臭豆腐唯一上榜品牌。阿华嘅，一天能卖多少块啊？这个没有一定的。大概呢？有没有1000块？有啊，一不止啊，1000块卖不到，我们就没饭吃了。哇，听唔听到啊，大家？如果不要错过黑色经典，佢话1000块卖唔到咧，冇饭冇饭开啊，冇饭食啊，一日卖1000块臭豆腐啊。经典臭豆腐，长沙没白来。哦，有啲汤喎，得意喎，啊？啊！佢將佢撳脆佢咧，即係撳咗窿咧，跟住將啲湯擺落去喎，幾得意喎！分兩碗哦，啊！謝謝。啊！嚟阿華，你揸住先。呜！你攞個碗，出嚟。你们几点关啊？几点关？谢谢。觉唔觉得好似周秀娜？迷你版周秀娜。咁我用佢做背景食俾大家睇。哇！排咁耐队。香港臭豆腐真系食得多，台湾臭豆腐都食得多。其实湖南臭豆腐咧，我平时喺深圳嗰啲其他地方唔食噶，因为。水比茶水比滑，穿脱更方便，走路更轻松。好食喎，你唔食咩？他的，不是我的。真系都好食啊！不过你可能会觉得太辣，应该唔加咁辣。打横多，系啊，要咁样打横。摄影师又食紧啊，可唔可以手震啊？即系啊！好脆啊！我咧有人睇系咁睇住我食咧，系咁笑啊！几个位？好脆，最主要咧，佢嘅皮咧好脆，脆过香港嗰啲。香港就落甜酱啊嘛，系咪？香港臭豆腐唔落甜醬唔好食噶。台灣嘅臭豆腐啊，大家有冇食過啊？台灣係蒸啊，麻辣臭豆腐係煮嘅，濕嘅，又好好食嘅。手上沒有小票的朋友，這邊先點單。湖南呢只就炸，個皮係超脆，但係佢裏邊頭先倒咗啲湯。中環的豆腐還有大方。倒咗啲湯，同埋落咗啲辣嘅泡菜落去，好有口感。如果講口感咧？湖南臭豆腐是口感最好的。
我们做的那么好吃吗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黑色经典臭豆腐，闻着臭臭臭香，到书里阿爸都是第一次吃臭豆腐。吃黑色经典臭豆腐，长沙梅白兰。你好，美女需要什么？得啦，问乜嘢？大香肠跟糖油爸爸需要吗？来，一个红枣泥。好食啊，做乜唔？我覺得好吃喎，太辣，你都覺得太辣啫，係嘛？好辣啊！豆腐跟大香腸是嗎？好快樂嘛！想整翻，想整翻整，太辣啦！你食唔到啊，太辣。如果唔係太辣 ，OK 嘅。同埋佢有湯啊，最大嘅特色佢有湯。可以啦，不用再辣。小票给你们。我俾你滚紧影啊！你好，福利店老人鞋，你们看一下。啊。这是广告品牌鞋，香白呀。白玉没有。对，是要鞋底排水极滑。对，你接着。哦，一个臭豆腐，一个糖油粑粑，是吗？福利店。我觉得他会剪掉的。他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。阿爸就反手影影我哋摄影师。哦，我影靓女啫，啊，我影小孩啦。几好啊，佢一家几好食。啊，好唔好食？我过去问佢，我行过去。好不好吃啊？哇！不好吃，惨咯！啊，佢系糖爸，佢食嗰个唔系臭豆腐。好啦，走啦，试第二样嘢，拜拜。好味噶，但系香港人嚟食咧，记住下次嚟唔好落辣，或者唔好落咁辣，就 OK 噶啦，好食。